位于布吉卡马拉海滩嘅最新 resort 有五星级嘅水准，但价钱就极之抵住。咁咧，带大家睇一个海景图房先。呢度咧就系个厅啦，有个落地玻璃，睇到个日落。另一边系睡房同埋浴室，而海景房最值钱嘅咧就梗系就系呢度啦，可以完全见到 Kamana 嘅日落啦。咁依家差紧啲咧，就一杯 cocktail 啦。Resort 分海景同埋山景两部分，山景嘅装修十足十八秒。客房咧就以原木同埋暖色调为主，直出露台就系泳池。只有 pool access 房可以 order 漂浮早餐，最啱情侣两个人一齐自私食，记得打埋卡啊！每日嘅 happy hour 任饮任食，除咗葡萄酒，仲有啤酒同埋汽酒，亦都有多款唔同嘅 cocktail， 西班牙火腿、芝士、饼干等等嘅小食，仲可以 order 埋鱼子酱龙虾卷、炸肉饼、青柠烧肉等等嘅熟食。Resort 咧就有四间餐厅，唔惊冇选择啦。呢间餐厅主打新派泰菜。晚餐有五道或者七道菜拣，卖相精致得嚟，味道亦好有水准。全日制餐厅编图提供早餐，选择都好多元化噶，连白粥都有近20款嘅配料可以选择，真系超级丰富啊！可以拣金盏花、玫瑰木、香橙等等七种精油，最吸引咧就梗系买一送一优惠啦，同闺蜜一齐去探就最啱啦。Resort 有六个泳池咁多。除了最近海滩和最大的 main pool 之外，山边还有两个比较少人的泳池，想静静地浸下水都得。如果想享受下做 SPA 啦，或者两个人去喝 cocktail， 又有小朋友，咁就可以放个小朋友喺度玩下，自己享受二人世界啦。以森林为主题，有图书馆、小营地、迷你滑梯等等的设施，冲击力特高啊！Resort 嘅山同海两边以隧道相连，更加好有心思感，以泰国特色嘅壁画嚟做装饰。依山而建嘅咖啡同白色嘅设计配以塔花形嘅吊灯。除咗要去探下午茶之外，记得要喺出边影埋相啦。